救人也行，除非你们帮我找一味药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前辈，什么药？什么药？回魂草。本教主为何要饶了你啊？小人在炼药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其中一味草药弄丢了，怕教主怪罪，所以找了相似的顶上。丢了什么？回魂草。是不是感觉很难偷出来啊？废话。既然大家目的相同，太子可愿与我合作？怎么合作？过会儿我去引开大部分灵蛇军，你去偷回魂草。事成之后，重新诡异小院下手。你要想我？去，丫头，以后你的身边除了我，不允许出现第二个男人。